小宝贝，你在干嘛？这里凉快呀。凉快吗？这么热的天气。这个角落很有风的，你看。嗨。宝贝耶。在里面吹空调睡觉了，他也不爱，就想出来玩。你看。我们去村里去逛啊。爷爷啊。太热了，我们不想去。爸爸在那边呢。哎。我去村里去逛啊！不去了，我们才去回来，才跟爷爷去回来啊。小珍，哎，今晚吃什么菜？我来弄菜。老爸今天烧了熏酒啊！啊？说叫小叔出来吃饭，我还没去看一下煮什么菜呢。喊他来品尝他自己烧的酒吗？对呀。他说来尝下新酒好不好，烧出来好不好哦？对呀、啊、那我去弄菜。我去弄也可以。你带宝贝呀、啊、带他吧。哇，好大的太阳哦，现在六点钟都还这么大太阳。我们这里那里有个大公鸡啊，我们家公鸡啊。猪头肉我把它煮了。可以啊，跟他们家人，他们有好酒，我有好菜啊。准备煮，煮好点，爷爷好吃点。那肯定啦、啊、不然我那么大的太阳就开始煮嘛，肯定要煮久一点、嗯、因为才爷爷才咬得动啊。把焯好水的骨头在锅里面用三茶油来炒一下，这样子更香，汤煲起来更好喝。加入山泉水，要汤多一点。现在加两朵灵芝，洗好的灵芝放在里面一起炖。盖上锅盖，给它慢慢的炖，炖久一点。锅里面煮的嘟咕咕的，哇，这个汤都是奶白色的。这骨头我焯过水，然后又用山茶油来炒了炒了，加灵芝炖，你看这个汤特别的漂亮。盖这里还要继续炖一下。老罗拿回了两根竹笋，我把它切出来先，切出来也要煮出来。这段时间是吃竹笋的季节啊，我们的竹笋长得一次只可以拿两个、三个，倒没有多少的。现在把它切出来煮一下。哇，这个竹笋好嫩啊，老罗。嗯。就是一次拿的太少了哦，今年还没有开始做笋干嘞。讲多了，我们就多拿点来做笋干。嗯。这竹笋很甜很甜的。这竹笋切好了，要冷水煮，煮出来的竹笋越煮久越好吃。这个竹笋越煮久它越甜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今天晚上一大锅啊。你妈妈在弄菜，我就帮你洗澡哦，宝贝啊。舒不舒服啊，宝贝？啊？好舒服哦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本本太小了哦，你想游泳啊你？你想游泳啊？今天晚上我还包了，准备包一点包子吃。你看这个面发的好好。
装的是蜂窝。老罗说好久都没有吃到包子啦，一直跟我说好几回。我今天下午发了一点面，现在准备包了。骨头煮好了，汤都被我煮干了，现在要出锅，再不煮等下汤都没有了。看这种汤像牛奶吧，捞出来了，还是得了满满的一大盆呢。准备蒸包子啦，大肉包子，猪肉葱花蟹的。看看第一锅包子怎么样，煮好了，蒸好了。一二三，哇，还是好大一个，先拿出来先。好香啊。包子蒸好啦，得了一大盘，准备开饭了。拿两个给爷爷吃先。大人，哎，包子煮熟吗？煮熟啦。哇，我都叫你做几天了，现在才终于做。我哪里有空啊，自从有小月月以后我哪里有空做，你说。我想尝一个先。常吃啊，随便吃啊。比现在别人做的比人家街上卖的更好。我知道你哦，你那个嘴巴哦。老罗从来不在街上买包子吃，他说别人的肉太少了。你看我自己包的这个，还有带着汤汁的，多吃几个啊。好了。我现在先打一点包子和那个骨头汤给爷爷吃先。好的好的，他是习惯天没黑要吃饭的。先给他吃先。再吃个。还有这个。再跟爷爷拿两个包子。一碗这个肉我剪好的碎碎的，然后跟着汤要拿给爷爷先吃先。他习惯天黑，他没黑就要吃饭了。就打点加点饭给他吧。先吃包子先吧。好吧。宝贝，宝贝。妈妈，干嘛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宝贝，妈妈马上就来抱你啊！哎，哎，哎。喊什么？哎。哎。起来了，哎。七八八。给我洗卤汤啊！快来吃，你洗手了啊！来，哪瘦呢？太太先吃饭了啊！起了，太太先吃饭了啊！要洗卤汤啊！哎，坐过来的。坐过来点吃啊！哎，这还有卤嘞，还有汤啊，喝口汤啊！慢慢吃啊！爷爷很喜欢吃包子，上次我做的时候他一人吃了三个，现在拿了两个给他吃先，晚上等下再跟他加点米饭，因为我们这边吃面食可能吃不饱，也还是要吃点米饭。看着他吃的那么津津有味，我们也开心哦。好，那我就再炒一个菜，我们也吃饭。爸爸，看爸爸这样子来看啊。哟，跟奶奶了，好乖乖哦啊！哎呀，
这个竹笋煮好了，把它捞出来，要炒一碗，新鲜的来吃。竹笋原汁原味的煮，这种煮出来特别的甜，汤也很好喝，还可以拿来炒辣椒、西红柿，也很好吃。跟着我来炒个菜，天天。你炒菜香一点啊。一样的。猪舌头。这个猪舌头蛮大。我们这里买猪骨都配有猪舌头的。炒香一点啊。嗯，没有盐了，就这么多了。老罗还在煎鱼啊，就等你的菜咯。好的好的，慢慢煎小鱼啊。这小鱼煎的差不多啦，都快焦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哎呀，掉了一条了。可以了，准备开饭了。开饭啦！你嘴巴动动的。真好了，真好了，看哪里去了你？爸爸在那里叫。哎。